大王看大王看吧。你要买水果，我买了这个，还有芒果，还有水蜜在哪里？土地公。哦。Hello， 大家午安午安。下午。下午好，下午好。哎呦哎呦哎呦，香菇，恭喜你耶！那你八月还会回来吗？会。好的，好的。可以去看的，你说公演吗？太惊吓了，惊吓什么？确认没有吗？3000块。我昨天账户里面进来了2992块，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呢？大喜。怎么了？头发剪短了，太热了，就把它剪短了。对，我的头发是一个整乱乱乱乱的感觉，它不能整，你要整齐，看起来就很呆。我给你的红包了 ，OK。我觉得我的头发侧边比较好看，也不是说正面不好看。反正就是还要乱乱的比较好看。大家下午好，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可爱吧？喜欢就好，喜欢就好。这头发很适合跳舞吗？真的假的？你是这样觉得是吗？这次是人生最短的一次，这样脸好小。我不管怎样，脸都很小，这样看起来更小，跟小这个一样小。比安慰还小。好，午安。Hello，Hello。前天没有先看到，可惜了。又没擦，又没有关系。新发型，对呀。看吧，叔叔越好赞啊。他人呢 ？Justin， Hello 竹轮， Hello 波西，下午好，下午好，叔叔来了。大家，我今天只开一个小时哦，这个礼拜只开一个小时。下礼拜回归正常时数，嗯，对，什么脸？吴安宇男，叔叔，我跟你讲，那天真的超好笑。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跟。就是我们的姐姐对资料的时候，我想说，这个人，这个名字，他是谁？我不认识。结果镜头一打开，一看那个照片，你该不是叔叔的粉丝吗？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你说你有叔叔的朋友，我就印象中你有说你朋友会来跟我线上，然后我就说。他一打开就说你是叔叔的朋友对吧？我最近讲话有点
脑袋坏掉，他很无聊。对啊，我开到五点。只有最近吗？傻眼。啊，是不是我的粉丝是，所以才会这样讲。小懒掉。我等一下想看中医。吃什么？吃啊。可是在过桥那边。可以啊。啊？谁？所以你去那你是要去支持人家还是你要去聊天的？那何必他跑特别跑去那？你说你确诊之后脑袋有变好的趋势？那可能你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对。我是确诊之后越来越不会讲话，虽然本来讲话就已经一言难尽了。陈恩，真的是我最后我都没有去，真的是太疯狂了，而且后面不是东西都卖完了吗？谢谢叔叔送的浪 life 音乐，谢谢整性男子送的 kiss 啾啾，我是蔡一楼的弟弟蔡一栋。太瞎了啦，还夜排哇，是要我真的是我真的第一天本来考虑要去，蔡一栋，因为我们家我是一楼。而且你那天去很热，我记得，我真的觉得你浪费，真的是浪费两个小时。我觉得你那时候就应该排到最后，因为你最后都去了，不是你都已经去了，你知道吗？然后你这样你隔天又再去排，你当天就应该去排，排完它。蔡一栋，对，蔡一栋，一楼地下室，对对对对对对对。下午好。叔叔，演唱会好嗨！演唱会本来就是要嗨的吧？叔叔，我那天跟 Justin 就是线上聊天的时候，他跟我打小报告，就是说那时候握手会晚，你们去吃饭。哦，那没办法，你们去吃饭。结果他吃素，你们就抛弃他了，怎么可以这样？他再也不就是小报告。装铁丝吗？没有。
我跟你讲，素食也是有素食好吃，这是青苹果。素食也有好吃的啊！你们干嘛这样？超级爆搞！笑死！你们很坏，你也没有把人家留下来，你就让高桥城把他赶走。张波 OK 哦。你们其他人都是，对啊，素食也有好吃的。我吃过一间好吃的素食，它的细子，但是叫什么我不知道。自助的吗？不是不是。他很排挤素吃素的。很多有那种蛋奶素啊，一点点好打动。为什么突然想打动？我最近胖了一点点。女仆咖啡厅有吃有素的、哦，那你要打几个？一次打几个？四个，跟我一样。我最近其实有点想买大的裙裙，就是那个大一点的。幸福肥。有你们太幸福是吗？没有，就是零食吃的比较多。那你要打几个？一个。我也有过会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体质，打动什么感觉？耳朵被大力的弹了一下的感觉。这没有什么想不开吧？会流血吗？会流血吗？
女生就不能剪短头发吗？没有什么想不开吧？大家都说我是。耳垂比较还好，对。我老想开了，失恋的女子，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想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失恋就要剪头发？干头发什么事？怎么才谈恋爱的时候头发是怎么跟男朋友做结合，还是怎么样？阿凡达，所以失恋的时候要把它剪掉。所以叫短的，笑死！但你没剪过，男生失恋也会剪头发、啊，以为你会留长，就是一个，还有之后再说啦，反正就还会留。而且我之前那个已经够长了，应该到那个长度，我不会再留长了，我不会再留了。就是可能顶多再往上修，我之前那个长度往上修一点，修到下巴，这样有点可惜，没有什么好可惜的，我都不可惜了，你们可惜什么啦？这头发剪掉而已，又没有怎样。长啊，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回馈原点。你后悔了？没有，我还好吗？我还好啊，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之前就长这样，有什么好后悔的？全罩安全比较贵，你这样是吊身价。什么意思？就跟后面，哪有差可多了，好不好？我这次真的是最短的，是剪这样，不一样，好不好？你们懂不懂？而且谁说我剪那样就不能可爱的？我剪那样还是很可爱的，好吗？对啊，我本来就可爱，剪什么都可爱啊。好，好吧。至少不是回你。看来你还记得，真是很好笑。哦，真的假的？谢谢。我真的觉得我就是，其实蛮常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我现在头发剪掉，真的是跟之前的气氛差很多。
酷帅辣妹没有，继续讲 ，Spicy Girl， 哪个之前头发长的时候，头发长的时候真的感觉比较少女啦。还是辣妹，短发辣妹，女人味，我觉得不算女，女人味应该是我有卷头发的时候比较有。挡车也挺帅的，不是吗？你猜错了，不好意思。我跟你们讲，我第一天剪完回家洗头发的时候，洗发精不小心挤太多，就是因为之前会头发还长的时候就挤比较多一点点。结果挤太多，超好笑的，失手，因为现在这个长度，什么时候前几天，拿到哪一张啊？有没有拿到我的阿三？我二一了，二一，那时候超好笑哦。我签完之后，我就跟公司姐姐讲说：“你看我阿姨了，等等，我这学期没有。”肥胖超可爱的哦。什么叫做超普通？请问你超普通的定义是在？你知道最普通的是什么吗？就是没有签名，也没有画画。全都是青苹果，没有。我要，对，我要来说一下我的那个别针的。别针的那个理念，
别针的理念就是当初因为不是大家很想要我最后是出那个章鱼的脸的圣诞 T 吗？然后这个等一下我再说。然后那时候就在讨论，跟姐姐讨论，我说还是我就出这个章鱼的。他说啊，可以啊。我说好，那就这个出吧。我有完成你们的心愿 ，OK。而且说到这个别针，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是哎，七七的好大哦。可是就是姐姐们说，其实小的会比较实用一点。而且我的小的也可爱啊。不错吧？确实，这就是比较。对。其实我在活动的时候就已经别在身上了。别在包包上，只是你们没有看到而已。阿潘去跟我的灯箱拍照的时候，他好像也已经别在包包上了。我觉得小小的其实比较不会那么的定得啦，就可能大的会比较更太重。什么东西啊？舍不得用。我其实一下子用这么久，我觉得它还不错，不容易掉，对，所以不用担心。然后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公司姐姐送我的生日礼物。啊，没有那个。好吵！我跟你讲，他只叫一次，他后面就不会叫了。我去装，等我一下。我有两只，我另一只没有带回来，还没带回来。今天一个小时而已。帅哈！我里面装酒精，然后它就可以消毒。
我两只。好帅的哈。什么是超帅的酷东西？这感觉这个东西是要去科博馆，科博馆不是就有很多小朋友吗？就是你要拿这个去他们前面跟他们炫耀。哪天无聊可以买？我不知道。我现在前期。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会做的事情，我就是这么的幼稚。小衬态，其实我也是萝莉控的。而且他不是一直叫哦，他是只叫一声哦。嘿，卖99，大家去买。喜欢那个不同颜色，两只不同颜色。我喜欢有一只，真的假的？我想看，你可以传给我吗？买小王，一人一只，好不好？我们要休息这个风，我们要掀起这个风潮。哇！我喜欢红色，然后那个尾巴火焰的那只也很帅。哇！对啊，疫情期间。要注意，知不知道？超帅的！公演会好吵，不是啊？你们要开团购啊？
九十九，一只九十九。谢谢。你们公演在外面全部拿着一支枪拍照。这么便宜的吗？对啊。你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款式，它总共好像有八款吗？就是一只恐龙会有两个配色这样。哎，我怎么看到199？我看到199哎，还有120。谢谢哈娜送的告白气球，你在上班哈，辛苦了。232，承认报错，承认报错价格，大家。我是。我另一只是这个颜色，这个报错款式哦，谢谢哦，不知道哎，应该把盒子带回来。因为我网络上没有看到他那个的全部的款式。帅气哦，真假的啦，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会引起一个神奇的，不是神奇是什么？神奇的风波。希望赶快做。快点传给我，你看我这个，
里面装酒精，可以喷啊。它是吹泡泡的，它是喷喷水酒精消毒的。我现在吃什么？可是我等一下出去，我们可以吃完再出去吗？哦，你找到了。哦，粉色的长得好可怕哦。嗯，这什么跟我看到的长得不太一样？买卸妆水，为什么？我想看哥吉拉，你没有传给我哥吉拉。我刚刚洗袜子，可以帮我？剪头发，对呀、啊，哎，博婷呢？博婷呢？博婷呢？他都不来找我。但我是不会想不开的，我只是想看到有多帅。喷出来一定帅爆哎、欸！他的眼睛会发光。这一个是加湿器，一个是水枪，
不一样啊。在看啥呢？就是在脑子里。拍得很好看，真的，恭喜你。去吧，去吧。在哪里？跟男生拍，跟男生拍赞啊，不错啊。还有你啊，什么？快买啊！新闻就下单呐、啊！犹豫啥么呢？对不对？波波，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你可能放在包包的时候啊，不小心压到它就会叫。而且也没那么快到，说不定很快啊。我之前寄给的时候，我就在虾皮买东西，结果过没几天就来了，我就请我朋友去帮我拿。这几天就是会在家里一直逛各种，买各种东西。真的，
乐姐传讯息给我，看一下。这个买的东西跟我想象中的差挺多的。那可以啊，你不要说你没事，然后就突然买了一只手机。可是不是说八月还九月十四要出来了？姐传了各种布丁狗给我，好可爱哦！我前天遇到小张美玲，她说你也喜欢布丁狗，我说对啊，我也喜欢布丁狗，我不知道哎、欸，感觉你不会喜欢。我喜欢布丁狗，他很喜欢吗？我说我，他说他不知道我喜欢布丁狗。对，拉乐姐姐也喜欢。笑死！他不会有人写 Hello Kitty 吧？感觉你们的答案卡，我们应该收回来看看的。傻眼！不要装作弊，好不好？本来就不是啊，他们的真爱是刘雨晴。他说五分之四都不知道，可能就是因为那五分之四全部都是刘雨晴的粉丝。可惜了，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东西了。我们已经改朝换代了。
么黑。姐姐哦，他下班了吗？所以是在跟他讲电话，他们在讨论要晚餐要吃火锅，我听到，然后要去吃老鲜卷，我听到，但我不知道我姐要说什么。章鱼烧，他讲得很小声，但是他以为我们听不到。吃什么？不知道哎、欸。啊，反正他就是快要下班没事做，所以才会打电话跟你讨论晚上要吃什么，你知道吗？他就是在等那个三分钟下班。我是一个各种魅力都有的人，但是我剪完之后，刘雨晴说我的男粉又要掉了，你们给我注意一点哦，敢给我掉下去，你们试试看。你们只能给我越来越高。哎哎、欸欸，想当年我的女粉趴数是有44%的、欸，我现在好像只有20几%。我也会掉，因为我现在剪短了，可能就是血压高，血压高先。先哈，先吃点药哦。真的假的？你说44%吗？我曾经真的有女粉44%、欸。男粉66%，但我现在女粉好像20几%而已，掉很多，男粉变多了。你要不要吃煎饼？急着下班是吗？那我就关了，再见。那我就关了，拜拜。剩最后3天，我知道，我知道，但我的公车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追他，你知道。我跟你们讲。我妈有看到，可是她没有拍照。我手机放包里状态。你平常手机不会放包里啊？我手机有时候会放包里，会放袋子。快快！因为中华路等公车状态。他会跑到板桥，他也会跑到台北，小巨蛋那里。中华路在哪？西门町那里。哦，对，他会经过西门町，因为小迪有在西门町那里看到了。
好了，我今天去西门町堵他，可不可以？烦欸，硬要我去堵，是不是？但是他不一定啊。我们要先打开台北等公车，然后看那个车牌，现在这台车在哪？我知道，好啦，大家辛苦了，我要先去。去哪？去休息。拜拜。有机会我去赌好不好？我瞧时间去赌他好不好？不要走，不要走！炸弹！绿色苹果，不要吵。我帮香菇做的。我昨天拿了很多零食，应该可以去夜排。不是我去夜排干嘛？啊，公车又不会在大半夜。好了，拜布哦，拜布布，拜布拜布。我们下一次见就是8月了，对，我的生日月要过了，拜布布。希望我这次新的发型你们会喜欢。